听这名字就有点感觉他就威了。看着就不是很会的样子。没事，不怕他教我，他教我下棋，我教他做人。吃。这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。打了再说。吃。我今天发现局中秘关注了我的抖音啊，我感觉很虚，有一种被世间的感觉。吃。这棋我也不知道谁好，感觉也吃。就下。好像差不多吧。这么厉害吗？不怕打象，打象飞象，我炮三退一，拱了，这么强硬吗？没事，来碧桂园堵，那太简单了，那太简单了，我操！欢迎来碧桂园堵我。先打了再说，飞象啊，我能不能车退二呢？而且不是，它飞象我可以不动啊。吃。哦哟，漏了，被它踩象了，忘了这回事儿。只能做出的平炮将，我电炮炮五零四再将，不过将够呛，不做出怎么办呢？车退三的马，我退四，感觉很悬啊。感觉要碎了，要裂开了。将军，是。
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啊，想让我裂开也没那么容易。毕竟他的狙是暂时出不来。能去六进一，不起的后续什么卒三进一，强行干我，然后再狙一平二，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果然来了，哎呀，吃了他卒三进一，他这起子都挺硬朗。这个软件已经给他定了性了啊，他这个他妈这个号还能再存活过多一盘，我就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我关键我们先把这盘棋下完，他号在不在了，我们这盘棋争取下好一点。为啥是软件？真厉害！求求你们做个人吧！吃。全是什么抬杠专业户，泡吧平息的飞象。我这个漏招是漏招，但实际上我走的没错。我发现就是这个看棋这么容易吗？啊，别人下出来棋你觉得很正常，你自己下一个我看看。居八平三的炮七进二啊，我现在也可以居八平三，但我现在若平炮它充足，有点不太好收拾。平炮充足，居八平二，好像还行。居八平二他吃了一将下士，所以就将他回象不行。炮三平一过足，居八平三炮七进二。炮三平一的过足，居八平二的吃我马，我没得抽，直接居八平三吧，应该还可以。这炮七进二，操也差不多呀。炮七进二能马八退六，他也不太理想。炮七进二挺凶的。是没多高招，对，口气真的是，一个比一个口气大啊。不是王总，我是小王，对面小王。
将军。没事，不用说的这么客气，不是有点下不过电脑，我是一点也下不过电脑啊。这个我从来不羞于承认。他开始放水了，我感觉。吃。不过他现在这样放还是他好，就二平三。那电脑的下播好好反思，是，我现在主要是维持生计都困难，我没有时间反思。我现在要去参加这个元杯比赛了，冠军奖金应该有30万左右啊。等我争取拿了冠军之后再反思吧。吃。就不管我拿不拿冠军吧，等我比完赛再来接受大家给我上课啊。不然饭都吃不饱呢，确实听课也听不进去。各路大侠啊，各路豪侠，以局中迷为首的世外高人、隐士、侠客啊，等等等等，什么剑客、剑人等等。肯定拒绝何其啊！不拒绝你，你真不拿我小王当回事儿啊？没事儿，不用道歉。道什么歉？你认为他是软件就对了啊，说明你这个迷途知返。不过有一点可惜，就是你认为他是软件之后，你以后就不能再给我上课了啊，我们就成为同道。这些基本上已经准备交了。没关系，快点来长沙嘛。是碧根奖金确实比以前低了啊，所以我说怎么现在这么多民间高手都不来参加呢？那天我去看了一眼那个局中迷的抖音，里边留言有一条说什么啊？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比赛？他说呢，我们这些比赛呢都是内部通知的啊，等比赛开始了之后呢，才这个怎么说呢？才让别人知道。我他妈当时就一时语塞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，怎么说的听起来这么有道理呢？
将军。马三剑四准备交了。哎呀。只能到他的水平都不用现在他这个水平，他比现在这个水平低两仙，他也能参加项目。不过我估计他对这个两仙也没什么概念，反正就是他就知道一个摄像权，一个雷公炮啊，有雷公炮有摄像权，就是天下无敌了。是啊，民间高手有自己的工作要忙，有大事也要干啊。开直播，直播间从来没超过500个粉丝啊。然后比赛奖金，我们现在基本至少也是六位数起步啊。我挺好奇这个。干的什么大生意，谈的什么大买卖啊？就是没有时间参加比赛，有时间在这直播，为了这四五百号人。将军，怎么开始长考了？长考这期怎么杀是吗？直播拿礼物，我操，全是大礼物，就直接送房那种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这不送房，你说得送什么礼物，他才能，对吧？顶着这大几十万的奖金不要，在这对着，可能平时就两三百人在这抢旗呢。马三剑二，马三剑四，感觉正常是马三剑四，不知道他这个棋在想，现在开始长考，啊，很为难感觉。马三剑四在马四进三嘛，马三剑四我只能先补一首诗，等着他来杀。我只能补诗。想卖房给我刷飞机，房东不让啊，没事儿，不用着急，你去跟房东慢慢沟通啊，可以等你，什么时候沟通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来刷不是。他也没像巧福的这几步棋走的挺准的，我好像是已经没法守了，怎么走没法走？马二进四一将，车三退一，在马四退五，基本上就绝杀了。对方最后一想，操，豁出去了，不管了。
主要让他装，他也不会装了。不用问了，待会儿你看看你的号的等级，你就知道。问这些问题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再走几步。老在这反复确认啊，在怎么说呢？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，在崩溃的边缘疯狂试探。啊，这么及时吗？太快了！这回得到回答了吧？必须得发一个大拇指！我操，神二杠一都来了！我他妈为民除害！你可得给我好好发挥一下，真的是啪的一下就跑了，挺快呀！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活干的也挺累的，全是钓鱼执法，人肉怎么说呢？全都得是自己扛了好多刀之后啊，最然后再给他来这么一下，真的人生是如此的艰难。都是刀刀到肉的。把我肉都切了，最后我忍着疼，小手机一点，这全是干的脏活累活啊，都得让他们充分发挥水平，啊，把这18般武艺全都施展到扔。甩在我身上，大招全都甩出来，甩在我身上，我都硬扛了之后，最后再给他来这么一下反击，太难了。哎呀，吃，哦，官网有竞猜是吧？哎，我这棋走的不对吗？是这么走，是谁面暗谱走？二六退四，我怎么记得原来不是这么走的呢？
我走的是对的呀。啊，操！对，居八进三宝忘了，楼下。这周变化好像是亏的，往三进入。吃炮也行，问题倒不大。吃。其实马三进五好像也可以，炮五平七现在，吃，现在差一点，下一步要马五进六。Cyberpunk 没买呀？Cyberpunk 是什么呀？是游戏吗？G8，我也感觉 G8 进五级。哦，游戏。哦。哎。最近是没什么时间玩游戏了，要赚钱搬砖呢。跳马，平车将打兵，他车六退三。将军，车八平六，他肯定踩象，踩象我能受得了吗？还真有这勇士啊，说要下把要阻击我，还是？狙击还是阻击？你有多少个号够你阻击我的？吃，怎么感觉我反先了呢？这啥步啊？这是？狙击不对，你在老远你就要他妈的用什么用什么枪狙击我，阻击是可以在这个语境下我觉得是合理，你干嘛要狙击我？六进一，他马七进六，第二退四吧。六进一，我想过，六进一，他马七进六。进六，车六进一，他马六退卧的车六进三，反正肯定是我好。但我奇怪，为什么我好了呢？我好了，这不对呀、啊，这不合理啊！马六进五吧，然后对子，那也是我好。他哪步放？我感觉他我车八进五之后，他是马五进四，是不是走的不对？吃，不进炮子，象五进三，我没这水平。吃，哎呀，车二平七。
其实我这个棋下的还行，你看发现没有？就算和也是，双方激烈争斗一番，最后激战成和。吃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差点就打开欧陆风云了？陆风云，我本来想，哦，前几天玩了一个法兰西，那个档就人品爆发，1465几年就继承勃艮第了，瞬间起飞啊！行，赢不了。黑优也没啥优，黑棋差不多吧，我好一点点，把车走高一点，走回来。我这进八，人家补士，不知道你个车不打算回来吗？吃。想偷我士，车七平四就比较稳。如果吃兵，他打掉我两个士，有点顾忌。回象是最稳的一招了。原神不玩，我可能这是哪个公司的游戏？走好了和棋啊，就正常发展就是和棋。直播欧陆风云，我水平一般的，我直播怕别人看。而且那个游戏比较小众，我感觉比喜欢看棋的人少多了。将军。哟，他跟我求和。我就要跟你再斗斗，我要车有平七还是和？我也输不了，而且我挺想让他赢我的，说实话，但是这个棋他实在是赢不了。现在可以一将一杀吗？他不一将一杀，这个棋他还得好好走呢。他现在是长沙啊。不是湖南省省会长沙，是一直在叫杀，就准备将死我。下一步棋将死，这叫叫杀。按照中国规则，它是犯规的。但是按照亚规呢，有可能和棋啊。亚规和呀，亚规。杀是不算违禁招法，你只要不长江啊，长捉无根子，反正亚规很简单，相对比较容易和。
反正我是变不了，要再变就只能踩炮了。对，给，看来这样是要喝了。哦，对，忘了举报了。怎么看局数了？好像拿这个看不了，我拿电脑看不到它局数了，感觉它局数应该不多，胜率挺高的。就这，nice。今天效率非常高嘛。主要这个神二实在有点过分了，实在是有点过分。不是比我胜率高的问题，是我觉得我都没机会上神二，我是一杠二2950，神二的话需要多少呢？3500，就是得再净胜多少盘？算不过来了，一盘10分，3500就算550盘，净胜50盘是什么概念呢？我平均一晚上啊，现在还好，现在胜率高了，因为经常不行，以后我得下完棋之前我举报他，这样我还能涨分。对，不然他妈的让他切割完了我再举报他，我还掉分，对吧？那白白损失。行了，这个多半是个软件。这个棋专业的下出来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不夸张啊。但是你业余的，你走出这个开局，
吃。吃。吃。那就亏了呢，破9推1的炮二进六，不是，还用担心没人跟我练了？软件永远是杀不完的，它不像说是这个什么，就是民间高手再多。对吧？他也是有数的，什么汉堡包啊，什么局中迷呀、他也是就是你数得过来的。软件能数得过来吗？还是不太好啊，编号打狙他打我中兵，我不是，差点。将军，肯定是亏了。对，跟胡司令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啊！这胡司令应该是不会再比赛，吃。怎么可能给你打死车呢？你想太多了，就是一个交换，交换完也亏的不多。正常发展还是河面比较大，吃。看了孙大刀5分钟，脑仁疼，哎，只能说你太年轻啊。看看我，我比赛跟他加起来下棋至少不少于5个小时，我这不还是好好的吗？二进一，
剧烈进食。现在形势还行，我觉得。是跟大刀下过菜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讲的这个故事。能抗衡的是早些年的网特。首先早些年我可能还不是特啊。不过就是早些年我也没觉得他什么时候能抗衡过呀。吃吃。吃吃。吃吃吃吃，哎，怎么感觉我还好了呢？这棋下还可以啊。我操，漏了啊！七八，哎呦喂，看错了，贪了啊！我以为要赢他了，结果被他赢了。吃吃。吃。是是是，这棋下的确实菜啊，可以说，虚心接受批评。浸泡人家飞象再丢一个，逼人吃吧，吃吃。碎了，裂开了。下次直播现在说不好啊，跟大家也讨论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比赛期间肯定是不播。那么原则上呢，这么来看的话，如果说啊，碧桂园被淘汰了，我就可以什么时候淘汰了，什么时候就晚上就可以播了啊。那理想点的情况呢，就是能下到最后。下到最后的话。那我们就只好大家就好好看比赛啊。
将军。合不了，输，这棋是要虚了。碧桂园天天象棋应该有波吧，应该有。第三级应该去八平六，嗯，不行。我的视障权没有局中迷的好用啊。虚了，嗯，这个局还是要局，下的太好。当然这盘棋确实我走了个漏。难走，没有，碧桂园杯这次不算卫冕啊，这次去年卫冕冠军是郑维彤，步步要我命啊，是输了。我先交了吧，这个棋呢，我操！我刚说交了，怎么他先交了？其实这盘棋确实下的不那么好啊。不，前面其实下的还是可以的。马一进三这步棋走坏，呀，这个好啊，来嘛，狙击 R 一。嗯，阿姨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说的就是在下我了。真的有勇士啊。敢死队啊，真的是有一群死士啊！我感觉他们打这个号都不需要成本的嘛，不需要时间的。哦，对，我今天发微博发的那个舍我其谁那个明天棋王那个节目呢，我应该是第四期吧，第五期开始。我应该是第五期。也未必吧，真的吗？来吧，谁怕谁啊？嗯，可以啊，看直播没关系。看看你想干什么。
不是，敢说狙击我的，没有点装备，他还敢说狙击我？反手一巴掌就给他狙那儿了，我还用什么装备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他要是什么装备都没有，我就，离近点，挡住了，就这样，就倒地了，他就。敢说狙击的肯定是有备而来，那我确实费劲啊。恶魔猎手三级闪避，是能升到三级闪避。哎，我不知道现在恶魔猎手怎么升级啊？估计 DH 出场几率都低了。能升到三级闪避，我去，那得八级了吧？起码。你麻辣布你得升，然后那个献祭得升。一般7级不会升3级闪避吧？我搞不清啊，从来没恶魔猎手没玩到过7级。其实我应该怎么走？哦，好，自己下，好的，我来看看你自己下什么水平。别闹了啊，什么世界第一象棋王？你说的是局中迷吗？反正我不是啊，你要说局中迷，世界第一象棋王局中迷能不能赚500万呢？我猜是不能的啊。当然，如果他直播间的粉丝人均奉献1万人民币，那就是只有这种可能性啊。吃。回头还是要好好去了解一下，他这个直播间是不是都是一些大佬级的人物啊？我觉得有点生猛，真的是自己下呀？谁给你的勇气走这步马六进七呢？我好像是从来没见过。将军。好吧，勇气可嘉啊，这位小兄弟。既然你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将军，愿望呢，我觉得我们也就不嘲讽你了啊，一路走好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就说在我直播间的，要开软狙击我，还告诉我这是什么心态啊？我琢磨不通啊。不是这个，倒真的不是我下手太狠，这个开局他选择的。这个左马房和非左象本身就是很激烈的一路变化，那是而且他我本来就想把马得回来，他走马六进七了，
那我这怎么说呢？骑虎难下呀！我这兵不拱相，我就白丢一个呀！真的没办法。这个棋它是比较危险啊！哎呀，反正怎么上的我们就不说了。这盘棋它确实是自己下啊，而且确实呢，能碰到也不容易啊，这个运气也不错。看看这个棋怎么杀，直接正常走吧。马七进六先放着啊，现在也不能进马将，因为它有破八平五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待会儿，比如走炮五退一呀、啊，炮八退一呀、啊，都是可以。鸡血金也可以，优势确实老大。现在确实开软也不太好守这个棋，平炮，这步还行。现在的退炮味道差一点，可以，我把退一。想想有没有更好的下。还有车八进三。八退一好像没什么用，打兵没意思，打兵也行，打兵他也是车八进三，打他如果车八平七，我炮三平四，吃。大神 KOR 谁呀？啊，我打兵主要是为了出车，还有对炮。我不是说他这个卒能对我起到多大的威胁。不是怎么开软，在需要在这里探讨吗？啊？怎么不能开？我就问你啊。重点不是证明他怎么开软啊，是说他不开软，他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？哎呦，大 KOR 还玩知乎呢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人。
十岁赢糊涂蛋，嗯，我操，和一百步难分胜负，真是欺负我不读书不看报啊！他就是随便吹牛逼，反正觉得这些人也不会跟他去较劲。居四进二，我买他的棋谱。啊，这人可以。心理素质真好。这编瞎话编的自己都信了，这种给自己洗脑的本领，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有。一个他，一个局中迷，这真的是，就这个能力。这也是种天赋，我觉得，你一般人真做不到。就这种吧，你想吧，他能给自己洗脑，那同样也能给另外的一些人洗脑。飞刀？什么是飞刀？怎么飞？现在怎么飞这个刀？嗯，反正他说什么之前，他自己肯定已经信了，所以他说出来的时候一点慌张都没有。也不能一直踩狙吧，这怎么可能？不会不变吧？这算抓有根子吗？不能够啊！陈建昌象棋肯定是有意思，我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。那他这个象棋其实还是挺有风格的啊。这步是对的，打算。吃，马六进七，先得回来一个。吃，嗯，不对啊，不给居士退三吗？干嘛吃炮？输倒是输不了，但是可能赢起来费点劲。吃。拱兵他马八推六打车，那样容易节外生枝啊。
下部9903、9904啊，它都不好办。说直车再砍马有点啰嗦啊，没必要。明天闭门杯开幕式要去啊？嗯。他想吃马了，吃。开幕式应该没我什么事儿了，上台之类的。要有应该也是郑云鹏啊，就是运动员宣誓，其实也没啥内容。哎，票给你换了，换了也输了。缺失项我还有个兵啊，怎么都不行。你说合影 C 位吗？你说的 C 位是指最边上吗？我一般都是单排的最边上，或者双排的后排中间啊。吃。我兵，知识，点将吧，把他车要先退逼将军。走，但车三退三，把车换了都赢，怎么都赢。抬起来也不能动啊！你吃，吃。好，好，下来可以啊，尽力了。